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LSD 的包 Special Campo。OK， 那我们今天要来直升机的章节。我们先在这个地方看看，就是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OK，Beachwell 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接一下好了。我看一下，那不能接吗？哦，有了，有了，有了。我看一下，在应该在海滩吧。我们直升机直接开过去好了，看一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哇塞，直升机真的帅啊！哦，走，起飞。那这张42张嘛，那上一张有说过，就是警察模式44张就完结啊，45张是特辑啊，对。对，到时候我说那个疯狂警察会再开一个留，会再开一个地方让各位留言了，到时候再开，现在开太早了，啊，只会取10到15则留言吧，就是最有趣、最适合拍的，我觉得不错，可以拿来拍的。Beachwell， 那到底在哪？哦，在前面而已。该不是 Whale 是鲸鱼吗？还是同音不同字哦，我也不太确定。我看一下前面海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啊。What is that？ 好像是真的是，真的是鲸鱼哈哈，被我猜到哇！呵呵 ，Oh my god， 这要怎么办啊？What the hell？ 等一下，这个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哇塞，大型拖那个，这让我想到之前台湾不是发生那个卡车运送那个也是一样，是运送那个鲸鱼嘛？然后开到那个市区的时候，整个那个爆炸，然后整个肠子全都喷的到处都是，那个真的是有点恶心啊，那个。OK， 我们先降落吧。我们先跟那边的那个 supervisor 聊一下。这个案子还蛮特殊的啊，一堆围观的民众。然后拖板车已经到场了，等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用那个拖板车载走还是怎样。哇塞，这处理这个鲸鱼搁浅啊，这个。OK， 处理一下，这应该正常讲。Press Y advance the conversation. As you can see, we got a messy situation here. 就是这边情况一团乱了。We started getting calls about 30 minutes ago and about this well wash up. 就是30分钟之前就一直接到报案说那个这只鲸鱼搁浅了。We had a marine biologist check it out. It's not going to make it. 就是有生物学家来看过，就是他已经没办法再活下去，已经挂了。We need your help to deal with the care case. We can't leave it here. 就是不能把这个放在这边，需要我们帮忙。We called in some favors. The boys at Zancudo sent a big truck. 就是我们就是有通知军方，所以军方送了一辆卡车过来。And our friends at the port sent a loader. 然后港口的一些工作人员派了那个，就是那个要叫什么、啊？就是专门在装货柜的那个。You could try load it up, and they can take care of it for us. 用那个装到货车上、啊，真的假的、啊？We have also got a few options for you. 就是有一个选项给我。My maintenance crew brought a couple dozer in. I have also got a truck full of dynamite, you know, for construction. You can try push it back out to sea. It might drift away. 还有就是把它推到海里让它飘走的这种方法，不好吧 ？Or you could try just blow it. 爆哦。那个，因为这种死掉的鲸类，就是身体内那个内脏会有很多那种气体，会爆开啊。如果运到路上，它会不会在路上爆开啊？我还想蛮想看它是不是有爆开，或是就地引爆，我也不知道。我看一下 ，The pieces should be small enough for the ghost to fish off。只不过它说爆炸之后那个臭味会很重啊。None of the options are great, but it's all we have got. 以上的一些方法虽然都不是最完美的，但是现在只有这些方法。
Okay, why don't you go ahead and get started? We'll be over here if you need us. 啊哈，天啊，要用什么方法把它推到海里？用那个推土机方推到海里呢？还是要把它运到卡车上呢？还是要就地引爆啊？我好复杂，好难选哦。如果是你们，你会不会选哪一个？你们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好不好？就是你们选择把它推回海里，让它飘走，还是就地引爆，还是放到卡车让它送走？我这边选，我比较想要让卡车送走、欸。我因为可以开这个，然后把我这边选择用卡车送。你们除了留言说你们会用什么方法之外，你们在底下在留言说你们下一章还想不想要看这个任务，但是用不同的方法，你们可以留言跟我讲。那如果是想要的话，我下一章可以再拍一次这个任务，但是用其他方法这样子。你们都在底下留言可以说你们如果是你们用哪种方式啊？下一章还不想不想要看同一个任务这样子。OK，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上去。然后，这个要把它开，我看一下 ，use edge grab wheel when you are in position， OK， 这鬼哦，这真正就大台哦 ，OK， 我们把它弄起来，然后，结果，对，下来。H OK， 哦，哇塞，这好帅，直接把这金鱼弄起来啊！这个 ，Oh my god， 这个我想一下，move the wheel to the transport truck， OK， 我们就是要把它放到卡车上嘛，哇塞，这个真的是大家伙啊你啊，看一下。这个放得上去吗？这个，我看一下。哇塞，再近一点，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哦，然后 ，OK， 放上去了。接下来嘞，然后要到那个后面的卡车上是吧？我看一下。然后咧，这是炸药，要把它炸掉。Press T to place its explosion。可是我已经把它放到车上了、啊，你知道吗？我发现我真的是个低能儿、欸、人家说军方借了一辆超大车来，是这一台啊！我在停在那边，我以为是……哦天哪、啊！我的天啊！我真的是一个超级低能儿。结果龙丢门，我这个滚哦 ！Hello，Oh my god， 你自己要在那边不关我的事哦，赶快走好不好？我开走，你会离开？他该不会死吧？算了，不关我的事，你自己都在那边了。OK， 可以了。Good work, officer. The wheel will disposed of safely. Beach will call out is code 4。哦，这样就可以了、哦。所以，不要打我啊！自己人啊！你想被逮捕是不是啊？还有你啊，搞什么鬼啊？两个低能儿。哦 ，Code 4 resume pursuit。啊，这个就这样子哦。哎呀，怎么感觉想要用引爆会比较好啊？我们开的是卡车来啊！啊，车上的人死了。等一下，我们开这个车在路上乱逛，不知道怎样。哦，这个好猛！我直接开一台卡车，然后载这个大金鱼，直接在路上狂乱晃。这真的有猛，这真的有猛。这怪哦，喂，大金鱼哦，金鱼尸体来了，小心哦，希望它不会在路上爆掉哦。Oh my goodness， 哇塞，哦，这也太猛了吧，这个，哇塞，这个真的好帅哦。哦。
god！ 好啦，今天这张就差不多这边，就是放上车，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也没有说他们会叫我要送去哪里，或是他们要送走之类的。好啊，那希望各位喜欢这张，一样老是喜欢影片可以帮个赞。那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喜欢影片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那我们再下一张的 GTO 再见喽，拜拜。